天就俩字，憋住。什么是微积分？微积分其实它就是数学的一个基础学科。我报告司机老师，他着凉了。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我们数学老师不识数，一和五都分不清，不让他打我一巴掌，能打我五巴掌，一和五都分不清，把他开除，我来当数学老师。哎呦，有种你再打我一下。哎呦，校长就是校长，还是你识数。小红考得不错，继续努力啊。古巴哥，考得不错呀，尤其是成语解答部分，给你个显摆的机会啊，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老师现在的心情。太容易了，含笑苟全。你有病。同学们来描述一下你们心目中的老师是什么。老师，小香蜜，你说。老师，您像蜡烛，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我们。小香蜜说的真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你说。老师，我觉得小虾米说不好。为什么呀？老师你想啊，说你像蜡烛，那不是等于说您不但污染空气，还释放二氧化碳。那你说老师像什么？臭豆腐。什么？闻着臭，吃着香。您这个期末考非常难，不过大家不要紧张，造学心态，发现试卷呢，第一件事就是在左上角填好姓名的词语，譬如说小红就写一年级二班小红，懂了吗？懂。谁出的主意啊？把名全写成小红，你可是一百多分小红居然考了分七十多分啊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